弟子在大陆从事电视编剧工作，为了收视率，制作了很多有关感情纠纷、爱情、这个爱恨情仇的电视剧。弟子明白因果，内心非常矛盾，因该项工作在家人和外人眼中是很体面的事，请问呢，是否该放弃编剧工作，潜心念佛，不受污染，以求往生西方，有把握？对，这个编剧，你有这种技术，有这种经验，为什么不宣编一点好的东西？那编一点好的东西，那你就可以救度很多众生了。那我们现在佛教很需要用这个电视短一点的连续剧来宣扬佛法所以我对于这个马来西亚最初编的《了凡四训》两篇我很欣赏时间短了两个小时就等于说把《了凡四训》读了一遍那么佛教里面的故事非常之多这个可以从这方面去发展，这是好事情了。这改变方向就好。这个放弃或者是改其他的行业也好，这你自己斟酌办就行了。